台湾不死鸟郭宏志，他受到星宇航空的邀请，是董事长张国伟找他重返大联盟投手丘。这画面已经睽违13年了。他在星宇的活动上呢，是重返前东家洛杉矶道奇队来帮比赛开球，而他也在赛前呢受到了热烈欢迎，总教练跟前队友都来致意。来听他怎么说。准备没有什么准备，不就投一个球而已。他会吹一下，没有办法吹啊，没有办法吹，大概那个距离丢一下就好。这一次郭宏志重返道奇主场就像是回娘家，他的总教练罗伯斯就跟他说，赶快去准备热身吧，比赛的时候上场去投一局，这个话语也让全场都笑翻。而另外老队友柯肖呢，则是跟他热情拥抱，还直接在郭宏志的背上签名。他们的这些互动也让大家觉得真的是很难见到的珍贵画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